咚！小林玩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夏天。今天是夏天第一次在热带过圣诞，没错，现在是12月份了，但是这里还是好热呀。并且呢，夏天今天要一起开箱一个圣诞盲盒，有没有很好看啊？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开箱吧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赶快开始开箱吧。首先呢，我们从24开始拆吧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一个印章。哎，我发现我从24开始拆，但是我拆好像不是24，21吧。嗯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很可爱，是那种小熊软糖的手链儿。当当，做完了怎么样？哇，颜色还是很好看的。噔噔，怎么样？哦，这个是棉花糖。噔噔噔噔，来看22，是很多圣诞的橡皮擦，之前我们也开箱过的。哇，好可爱，好小哦。20，哦，你这个糖是不是之前那些盲盒里面开剩的那个糖啊？哦，这个是 Loopy， 超级可爱。18，嘿。这个是一个魔方哎，太浪费时间了，下次再转吧。不过这个呢还是很可爱的哦。17，哇，是贺卡哎，你看，噔噔，一个超级小的贺卡 for you。16，噔噔，这个是哇，冰冻捏捏乐，对不对？现在小朋友很喜欢哦，冰块捏捏乐，因为长得很像一个冰块，你看是蓝色的，很粘手哎。15，哦，那我就尝一下吧。14，这个是我喜欢的玉桂狗的小夹子，这个是可以夹头发的吧？可以。哦，那我这样夹一下，看到吗？下一个，为什么是一样的？所以盲盒是有重复的意思。因为你喜欢。好吧，不过有三个更好看了，好可爱，我喜欢。这个礼物呢，我就快乐的收下了。12。空的，因为太大了装不进去。这个是什么？一个酸奶吗？哦，修正带啊。哦，我刚才这里有个卡，我试试。哦，真的可以用哎。11，嘿，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的爱心吊坠。10，嘿，哇，这个是个什么呀？是个本子，而且非常的小，你看，是豆豆本。豆豆本啊，名字都听起来很可爱耶。哇，里面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迷你袖珍。9，嘿，是一个可爱的小猫爪子，粉色的，啦啦啦。8，哦，是个手链呢，哎，很有圣诞风哦，颜色很好看，绿色的。7，也是一个挂坠，非常迷你的小熊，粉色的。6，嘿，嗯，金币巧克力真的是我会谢，喜欢吗？不喜欢。5，哇，这个是一个很可爱的小菊花，你拿一个链子就可以做一个项链。4，嘿，啊，又是空的，这个也是装不下。这个是个什么呀？戴在鼻子上的。戴在鼻子上的，哎呀，小丑吗？这个礼物我觉得可以，但是没有必要。3，熊猫软糖，之前呢我们开箱已经开箱过了啊，长得是很可爱的，但它打开之后呢，其实就是一个白色的，什么都没有。2，哈，哦，又是一个冰冻捏捏乐啊，冰块捏捏乐，老说成冰冻了，但是这个是白色的，刚才那个是蓝色的。嘿，嘿。最后一个，哇，一看就很圣诞，哒哒哒哒哒，哇，是一个小娃娃的，好可爱，圣诞小玩偶。哇哦，夏天，这些礼物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？啊，有点犹豫啊，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吧，因为我非常喜欢玉桂狗，并且呢还可以当夹子，它的实用性呢特别高。虽然在这个里面呢犹豫了一下下啊，但是呢还是选择这个。今天呢，夏天就开箱了这个圣诞盲盒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也祝大家圣诞快乐！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